有最新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哦，就在刚刚的6:36发生了地牛翻身，相信很多的民众应该都有感觉哦。那么目前看来，预估震度在3级以上的地区，包括了南投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花东跟台东。那么震央应该是在花东地区。我们稍后都会有来自现场最新的地震消息。